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2年的12月7号，现在是星期三，现在是8:17。我现在的所处的地方的是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轮渡邮局站这边。我现在要坐的公交线路是轮渡邮局。我轮渡邮局站到金榜公园站，轮渡邮局到金榜公园，轮渡邮局开河路口、眼科医院斗西路口、24站、后江带站、文照金榜公园，到金榜公园站下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话，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。那我能做到呢，我尽量去做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的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资助，谢谢大家。那我现在在等车当中，要坐116路公交车。今天的天气温度呢是最高温度，今天最高温度是20度，最低温度是，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最低温度是多少度？虽然我们这边不会下雪，厦门是不会下雪，但是还是挺凉飕飕的。最低温度是15度，现在是16度。我在厦门市思明区。这边呢，这里呢是那个，第一等邮局还是什么？一等邮局，我看看啊，就是清朝的时候弄的。大清厦门一等邮局遗址，大清厦门一等邮局遗址。那对面呢就是鼓浪屿的售票处，就是轮渡码头，应该是轮渡码头。如果是过来旅游的话，可能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政策会有时候会变，有时候是在第一码，就是那个在那个在那边，这是什么，我突然想不起来。那我是市民的话，是在这个一号厅那个登船的，在一号厅在这，在轮渡这边，轮渡这边，然后再过去呢就是轮渡公交场站。那我现在在等车，等116路。他说还有3分钟2站地就到了，坐乘车时间呢是15分钟，乘车时间是15分钟。四路不是七星公交场站，不是。现在他
还没到海滨大厦，海滨大厦，然后下一站才是轮渡邮局站。它是从下岗公交场站出发的，下岗。虽然我们这边不会下雨，不下雪的话，但是，这个天气温度啊，就是好比是你开的，15度的那个空调，把空调调到15度的那种感觉。夏天你把空调开到15度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啊，穿多了也不是，穿少了也不是。它差不多要到了，116度。啊，这辆就是。这辆就是。还有14块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。下一站开河路口。这个是财富大厦，国家开放银行，这栋叫财富大厦。然后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怒江道，然后我们要拐到下河路上面，拐到下河路上面。这条好像叫打水街还是打铁街，就是以前很老的老厦门，非常非常老。然后拐到，我们现在拐到那个下河路上面，拐到下河路上面。然后这这一站是开河路口站。请乘客主动符合投币、刷卡、扫码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。需要摘下口罩，可适时更换。如果不习惯，可摘下口罩。开河路口站。防疫措施充分版，上车时请自觉投币、刷卡。开河路口。下一站眼科医院，现在是8点29分。
到圆通中心这里了。这栋楼叫圆通中心。这里是那个眼科中心，眼科中心。厦门大学附属眼科中心，下一站斗西路口。这学校。这些是下河预警，故宫预警，故宫什么预警吧，好像是。哇，突然刹车。叫晚上就是属于那种烧烤，这不是早上的那个这个剧组嘛，剧组的车。烧烤的，这学校。下一站二十。卖电动车的，台宁的，雅迪的。然后这一排不知道做什么。美人广场，这里是。
女人广场。和病毒一样，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。滥用麻醉药品和就是药都是吸毒群，更不要好奇所一些灵感和刺激，因为可能是毒品的事。生存不是挥霍的筹码，健康才是保护你的事。请慎重做出你的选择。二十站，这里有个浦发银行，这个这栋大厦是海逸大厦。下一站后江代站。下一站文兆站。
帝豪大厦，帝豪大厦楼下。本车为无饮食车厢，感谢您的配合。疫情防控区长，请规范佩戴口罩。Next station is 金榜。我现在已经到达了金榜公园站了。我是等妹妹啦。到达了金榜公园站了。我是从那个轮渡邮局站出发，然后经过这几个站：开河路口、眼科医院、斗西路口、二四后江代站、文兆站、金榜公园站，到金榜公园站了。嗯，那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话，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，也可以跟我一起压马路。厦门的朋友就是也可以跟我一起压马路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或支付宝，给我一点资助与帮忙。那谢谢大家了。今天是2022年12月7号，现在是晚上的8点44分，晚上的8点44分。那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